许只有时间能够证明，生活就像是一部电影。人的玩笑就这么大，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都在名利场里厮杀，最后还不是满身伤疤。红成了这个样子，一到达高大木小的年纪，为何还如此固执到底？我也常常问这样的问题，究竟如何才学会珍惜？或许只有时间能够证明，生活就像是一场梦。人的巴掌就这么大，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都在名利场里厮杀，最后还不是满身伤疤。人的巴掌就这么大，不属于自己的放弃吧，或许成长就是学会放下，面对江湖又闭上嘴巴。问这问题，究竟如何才学会学习？